你说你前老丈人老丈母娘就那么欺负你，都离了婚了，你还尽心尽力的去伺候人家，还带着假星光到海边去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不是有病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后要是有人再说你没本事，我就跟他急。谁说你没本事啊？缺心眼就是本事。反正我是你儿子，缺心眼还是善良，我都随您，您挑一个。干什么？你就那嘴呢？你这能糊弄我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你带我到海边去玩玩去？行，离就离吧，离了也好，离了你看贾星光呢，那是情分，不是本分。什么时候呢？我也去看看他去，也尽尽我的情分去。哎，您千万别去啊！袁他妈什么样人，你要不是不清楚，这会儿你说你去，你算什么身份啊？你们又不是亲家了，他妈这保不齐得琢磨咱们看笑话去。你甭跟着操心，我来就完了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这跟你也没关系了，你离了，贾星光不是你老丈人了，明白吗？我们俩离婚这事儿啊，圆圆没告诉他爸妈呢，我们俩都瞒着呢。不是你把房子都卖了，能瞒得住吗？跟他妈说是我们把这大房卖了，想换套小点的。那你就先搬这儿来吧，啊，晚上吧，我还是得住到爸妈那儿。不是你还回到人家那儿住去啊？啊，伺候惯了，离不开了。我答应圆圆了，帮他瞒着他爸妈。爸，你就让我再陪圆圆演这最后一场戏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对我这样就行了？啊，你这身子骨硬了，慢慢的。我身子骨能不硬了吗？就你们这三个，没一个叫我省心的，我不敢定。哎呀，爸，我这开了一天车，累死我了。你过来还有呢，我盛点儿。你说你开了一天车，贾星光就不管你一顿饭吃啊？啊？你跟我说说，你从结婚到离婚，你在贾家吃过多少饭？吃过，一顿吧。哦，姐姐，我想回家。牵着我的手，我有些困了。哦，姐姐，我想回家。牵着我的手，你不要害怕。哦，姐姐，带我回家。姐姐，我想回家，牵着我的手，我有些困了。哦，姐姐，带我回家，牵着我的手啊，你不要害怕。姐姐，带我回家，牵着我的手啊！哎呀哎呦天哪！你不要害怕，完了！什么完了？姐姐，你完了吧？我什么完了？我想回家，你是结呢还是怎么办？我结什么？结婚啊！牵着我的手，闺女，想不想跟小鲜肉结婚？哦，姐姐，带我回家。你告诉我，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喜欢，但他就是弟弟，是弟弟，你还亲？你亲了？你亲了？姐姐，听他瞎说，亲了。哎呦我天老爷，你太厉害了！这要在我们村里，牵着我你亲他了，你就得跟人家走了，有人要为你负责任。都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替你高兴啊！我这小妹儿，你不好意思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太要脸了，其实这没什么，多好啊！人又帅，小鲜肉，完又有肌肉，又会唱歌啊！现在80岁老太太，你听说没有？都娶20多岁小伙，你赶快离婚，你赶快去找一个年轻的。我休了，我要休了，钻入你们的队伍，兄弟妹的爱一场，做个榜样。我想回家。牵着我的手。
些困了。来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儿啊！哎，快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住这儿？对啊，这不是你跟我们换的新宿舍吗？我还跟冬瓜说呢，我说姐对我们真好，给我们租这么好一房子。哎，她搬行李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，那江南住这儿吗？哦，他不来，他说他不想住这儿，他说他要住酒吧，说晚上得有人值班。别收拾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回哪儿啊？回宿舍啊。我让黑皮和冬瓜住了，我还是睡卡座。他们有自己的宿舍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用单独给我安排一间？我没有单独给你安排一间，所有员工都有宿舍。哎，我就想问你一句啊，你是想让我住得舒服一点呢，还是不想让我睡在你门外？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倔呢？不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睡觉啊。江南，别耍小孩脾气好吗？没耍小孩脾气，我就愿意睡这儿。为什么？我睡这儿踏实啊。晚安。进。怎么样？有变化吗？这么干净啊！是你自己收拾的吗？当然了，不是我还是你啊？谢谢。客气。明天在剧院门口站半天。你去了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走了呗。哎，是不是又是你那些闺蜜给出的主意？你说你这都是一群什么闺蜜啊？赶紧离他们远点。人家那都是为我好，要不是高人指点，我跟你谈恋爱，指不定吃多少。你是吃什么亏啊？讨厌。尚美晶说的对，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啊，吵架离家出走是惯用的套路，但是只要我一直追，你就能出来。你要干嘛？走呀，我重新来一个套路。好不容易把你追到手，可不能让你再走了。你怎么有我这张照片呢？你发过给我。这张不好看，显得吗？我喜欢。请专注，咱们俩结婚吧。
尝一下吧。嚯，很像回事儿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色香味儿，它的颜色就他们做那个，就红的红，黄的黄的。来来来，拍照拍照。哎，西红柿呀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我给你拍一个小视频，我可以发在朋友圈里吧。哎，妹妹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还可以。第一次做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。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虚伪啊？就齁咸的，就跟吃盐似的，你怎么就不说一声呢？我口中我觉得还可以。你放屁！不是你这样没法帮助我进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那个别吃了啊。我去给你煮碗面条去。嗯，这个东西。是不是方向又作你了啊？哎呦，他就是就挺好的，就是最近有点不太正常。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原来什么样您也知道。最近吧，就每天起都特早，然后吧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洗衣服，今儿还做了早饭。我觉得这是怎么了？这孩子。是中邪了？怎么着？正常了，吓着了？我能适应吗，爸？您说这么长时间都过来了，这突然之间好像换了一个人，这谁也受不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得慢慢的适应。我说你们俩这事儿啊，我那天我想了，就跟那干木匠活似的。你呢是木匠，方向呢是块木头，那不管是刨啊锯啊，哎，都得呢找对了劲儿。你就那木就不能枪茬去抱，你得顺着的那茬去抱，一枪茬啪抱不动。锯也是，你得顺着它那劲儿锯，你不能较劲，越较劲越拉不动。可是这方向吧，它不一定是木头，它有时候是木头，它有时候是棉花，有时候又是一块大生铁。哎呀，它变幻莫测，想起一出是一出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这孩子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，打小时候就这样。那天在我这儿待得好好的，哎，突然间不是想起哪出来了，说，我想长大。长大也不是一拍脑门他就能长大的呀。您看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些年，我带他就像带个孩子一样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我挺适应的。然后吧，现在这么一变吧，哎呀，我这浑身难受。他想长大就长大，我跟你说，他再长大，
他骨子里头也是个孩子。哎呀，说北京啊，说实在，你真是不容易。你说方向，打小时候我就没带过他，你跟他的时间比他跟我的时间还长。你说你比他打那么大，哎，像大哥哥一样，不是，有时候甚至像叔叔一样对他。哎，看着他慢慢长大，看着他慢慢的成熟。说实在的，这些事儿呢，本应该都是我的事儿，可是我没这个机会了。北京啊，我挺羡慕你的，我挺嫉妒你的，我也感谢你。爸爸爸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的把他照顾得好好的。我就是怕吧，您看，他现在有点像什么，像青春期，就叛逆了。你说真是，就他这脾气，哪天我们俩真是吵起来打起来，我怎么跟您交代呀？没什么交代的，北京，我看着你们俩呢，这吵啊闹啊，跟小孩子似的，我看着挺高兴的。您干嘛呀？看热闹呢？你到我这个岁数，你就明白了。吵吵闹闹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。小飞象，小飞象，我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哎哎！你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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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干嘛？我那个炒个菜。这是炒菜？失败了，我再炒一个去。别！你别去！你这样吧。咱到外边吃，外边吃啊，然后我带你去个地儿，好吧？行，正好我也想带你去个地儿。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。这也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。嚯，难得呀！好巧啊！好巧啊！哎，真的是，你说，哎，我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第一次觉得。咱们没有代沟了，没有了。我看一个调查呀，说是夫妻在一块儿时间长了，脾气都会互相影响，哎，连长相都会一样的。啊！我不要跟你长得像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长怎么了？我长怎么了？我你长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买票去。哎，好。这不行，可好玩了！不是，你玩玩试试。我得死在上面，你就手寡了。上面你是不是男的？连这都不敢了。这都哪跟哪儿啊？能坐这破玩意儿就是男人，不能坐就不是男人，这什么逻辑啊？男人得有胆量，你连这个破玩意儿都不敢坐，我后半生怎么交托给你？快点！你听我说，我是生理上不接受这个，我真的是生理上完全接受不了。你生理上有问题，我后半生更不敢交托给你了。我别的生理没问题，就是这个我真做不了。哎呀，谢谢，听我说，哎呦，我求你了，再玩点别的啊，这么大的园子，你想玩什么玩什么好吗？咱们去，你站住！你叫我干嘛呀你？别跑，你真不能坐，医生说。你这耳朵不行，耳朵不行，你做这个太危险了。那我玩不玩，你就得帮我玩。行，我坐。那你坐吧。我坐。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。手机给我，人上面不让带手机。给。钱包，银行卡密码你也知道啊。拿手机，给我拍一段，把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拍好看点啊。老尚，再见。
休息这两天就回来了，林总，我这个没大事儿，在医院住两天，输点业就没事儿了。哎，您坐，您坐。您有事儿啊？有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而且是大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婚姻大事儿。嗨，您这吓死我了！这事儿就算了。你说你得有个人照顾你，40好几了。 总不能吊儿郎当的吧？我这都这么大岁数，习惯了。再有个人，我还真是没法一块过日子。我给你介绍一个，别，我真的谢谢您了，您别操心。她是我堂妹，那就更不合适了。您看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还离过一次婚。北京，你的情况啊，我都跟我堂妹说了，她都同意。 我还有一孩子呢，那么大一孩子，您这哪行啊？我去趟广告部吧。有孩子也不是问题，他是学儿童心理学的。学什么？儿童心理学。儿童心理学啊，那专业太好了，太棒了。那什么时候能见见吗？随时啊，下班就能。待会儿我跟你说好了，北京啊。我这堂妹有一毛病，为人处事特别认真，容不得别人。 来半点虚的，你说的话他都能记着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叫上北京，高尚的尚，北京的北京。我叫金玲，金子的金，铃铛的铃。我堂哥跟我说，您是南方人对吗？啊，我老家在南方。我堂哥还说了，南方人特别好啊，脾气小，还喜欢做家务，还喜欢做饭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，衣服碗锅碗瓢盆全负责洗，对吗？<笑>对吗？啊，<笑>你被我吓到了，对吗？<笑>你别猜我在想什么了，其实我这是想证实一下，你们南方男人像您这样的属于个体呢，还属于普遍现象。其实我从小在北方长大的，我也不太了解。 反正我自己的话，我生活能自理，那就好啊！我堂哥还跟我说了。
你离过婚对吗？我还有个孩子。啊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男人是不是离过婚，因为我觉得离过婚的男人更懂得生活，更懂女人。但是我在意的是这个人的性格、才情和能力。您在电台工作，您是负责哪个栏目的呀？我不负责什么栏目，我也没什么才情，我就是管这些人事啊、后勤就这些事情。你做人事和后勤方面的工作，太棒了，给你点个赞。这些杂事儿太厉害了。我曾经也想考过一个人事资源管理的一个证书，可是我没考下来。那个金总说了，您特别爱学习。是。您是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工作吗？对呀，因为只有在最基层，才能亲眼看到小孩子们的真诚和可爱。您的性格也蛮真诚的。谢谢。您喜欢孩子吗？喜欢。您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？您可别为了和我在一起强迫自己。没有，就是我跟他会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下。大部分的孩子长时间不跟父母在一起都会有这种分离焦虑症。具体表现呢就是胆子小。哎呦天哪，他胆子可一点都不小，只有我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那他很顽皮吗？挺作的，我都跟不上他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反正每天把我折腾得够呛。那他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，知道吗？小孩子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，经常会有一种方式。你对他的关心太少了。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，想吃什么、想去哪玩都没有问题。就这样，他跟我说，他缺乏安全感。那就是你对他的陪伴太少了。陪，每天，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连晚上睡觉都在一块儿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陪。他多大了，睡觉还能在一块儿？不是。就他小的时候吧，他现在在美国跟他妈妈在一起。您这是干嘛？我们大人和孩子看世界的视角是不同的，你蹲下来试试，是不是不同啊？那当然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像孩子一样蹲下来。这样陪伴孩子一起长大。我好像明白了。再来一瓶。都第三瓶了，别喝了。真的。是困了你就先睡啊。嗨，我没事儿。给。悠着点啊。来了。酒管够。来，咱们接着喝。哎呀，不喝了。干嘛你？都几点了，人和狗都睡了。谁说狗狗睡了？狗狗在这好着呢。来，再喝点啊，陪陪我。不喝了，哎呀，求求你，明天再说吧。啊，来，给你倒点。哎，你要困了，你到我房间去睡去。买什么单呢？今天我请客。来，什么情况啊？没事，我就是不困。喝酒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来，你总让我跟你喝酒，这不有人陪你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让小鲜肉陪你，你又不好意思说，是吧？你喝多了吧你？等着，你干什么？江南，你干什么？你喝。干嘛呢？喝点儿。好。
还喝？你一个人都快喝了。坐这儿。哎呦！哎呀！玩什么？三个一。开。哎，厉害啊，姐，厉害！这一句话还是大冒险。大冒险吧。亲，帮孕一下。哎，这个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还不能亲脸蛋啊，得亲嘴。亲嘴，亲嘴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真心话，真心话。那我问，你有没有想过娶方姐？不许扒瞎啊！说实话，我还没到法定年龄呢。你多大呀？十八呀，看不出来吗？我长得老而已。哎呀呀呀！处过几个女朋友啊？七八个吧。真的？哎呦我天，那你是真厉害呀！太风流了，这个，你踹我干啥呀？这不就风流吗？王姐，这样男人可不能要啊，靠不住。那玩意儿等你老了，他再找个年轻的，你跟人跑了，你哭都没地儿哭去。喝多了？怎么就喝多了？不真心话吗？我这不问问题的吗？要不你问他。以后你老了，他能要你吗？你问，我问什么？真要假要？真要，但是就不知道他要不要我。方月，人家可问你呢。我又没玩物，我凭什么回答？你凭什么不回答？现在就玩。你把妞给他，我先看你这样。不玩，我替他玩。五个五，来。哎，漂亮，漂亮姐，看着来，真心话还大冒险。是他玩的，不是我玩。你可别整的没用的，什么没用的，就是有用的。赶紧什么真心话还大冒险？江南，我选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？你随便。大冒险。大冒险。拥抱在场的异性十分钟。哎。来吧，拥抱。你们是我闺蜜。拥抱！哎，我擅长洗手间。哎，小心！我怪你们大冒险。没事吧？我崴着了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少穿高跟鞋，少穿高跟鞋。你这鞋跟是越穿越高，疼不疼？凉。凉就对了，这时候就得冰敷才有效。我自己来。没事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谈过七八个女朋友吧？真的吧？你猜。你这个年龄也正常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傻的？我傻吗？所以说啊。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，我还真比你有经验。我自己来。我再给你打点冰去。你说这臭圆圆，别吃吃啥呢，宝子？臭宝宝啊，你可不能乱吃东西，不能乱吃，不能乱吃，知道吗？你乖乖的，吃坏肚子可怎么办呢？你说你啊。
脏死了你，脏死了，脏死了你啊！回去让胖胖给你好好洗一洗，哈啊，乖，嗯，哎，乖乖。我对你有意见啊，意见？我现在都不敢给狗洗澡，我给狗洗回澡，你扣我100块钱工资。你是不是过分了？我扣你100元，你记得啊？嗯，用那么给狗洗澡的吗？咋的？用消毒水洗澡？你可真想得开你啊！真会想哈、啊，臭圆圆啊！你光想着扣你钱了，你找儿子的钱，给你100个100了，你咋不记得呢？是不是？你一天天你净强词夺理，你那玩意儿，你不有钱吗？大别墅住着。老公跟儿子都来国外，就说他的狗粮啊，500-600块钱一袋，比我吃的都好。洗发露他用进口的，我才用国产的。他做一回造型那个钱，比我一年剪头的钱都贵。臭圆圆，是不是有人？有人，有人不识好歹呀。光跟人争吃的，还跟狗狗争吃的你啊！你看我们圆圆瘦的啊，你别整了，看他那身肉，一身肉啊，竟然偷的吃狗粮，成狗粮！哎呦喂，哎呦，还有这样的人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一天天做那些吃的，你总张罗减肥，我不怕浪费，我不都包圆了吗？那要我，你肉都长我身上了，知不知道？这么说你还得谢谢我呢。你可拉倒吧你啊！还拉倒！嘿，那点小心思我看不出来呀，我不愿点破你，知不知道？我知不知道啊？天天做一些他喜欢吃的，偏不做我喜欢吃的，我能吃吗？全进他肚了。哎，成！你以为光这你得谢谢我呀？你帮我找孩子，是不是？我感激你。那咱俩没得说，你知道不？那这也是啥？这也是我给了你一次积德行善的机会。哎呦，真谢谢你，知不知道？你听，谢谢我就对了。哎，送你3个字：臭不要脸。哎呀，臭不要脸！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呀？啊？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，那是3个字啊？那5个字。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人还挺好的，可是他的重心总放在他女儿身上。我如果给他女儿当后妈的话，会不会特别不好当呀？哥，他这女儿多大岁了？他女儿好像10几岁吧，我也没细打听过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他女儿呢在美国呢，一年也顶多就是寒暑假回来1-2次。哎呀，金玲啊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别挑三拣四的了。尚美京这人真的不错，重要的是有忍耐力还有耐心。你看我领导他这么多年，不知道骂过他多少回，从来没顶过嘴。啊，他离婚那会儿呢，他前妻把他欺负够呛，可是他硬是为了女儿的前途，一个大老爷们流着眼泪把女儿送上去美国的飞机。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上哪儿找去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不但有男人的智慧，也有女人的阴柔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100分的话，你能给尚美京打多少分啊？嗯，95分。这么高的分呢？那就说明你对他印象不错呗。哎，那得抓紧时间发挥你的长处。要是能跟尚美京的女儿见上一面，他女儿能接纳你，我看这事就成了。没问题，去拿下他。我来了。哎，北京，北京。哦，快说，哎呀，北京。老金呢？他有事走了。啊，走了？嗯。哎，太冷了。哎，我这有纸巾。啊，你拿着用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太冷了，都流鼻涕了。哎，孩子你真可爱。以后经常来玩。哎，行。加点油。嗯，加油，快！你太体贴了。没有没有，冬天的时候吧，
那个皮肤比较干燥啊，所以你一蹭的时候它会发红。我看你这个都有一点点起皮了，所以每天要特别注意保湿、补水。晚上一定要做面膜，补水的面膜，每天都要做。哎，我觉得你太好了，怪不得我哥说你又有男人的智慧，又有女人的温柔。别听他瞎说。我请你吃饭，我下班以后请你吃火锅。哎呀，可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可不能吃火锅。Chérie, beau bébé, mon amoureux, je t'aime. Beau bébé, 我对不起，把你带到这个世界。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丽，可惜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问题。 Chérie, 我无能为力，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。宝贝，你要懂得，世界美丽在你心里，在我心里。这个世界有更多的问题，幸好我们心中仍有美丽。宝贝，只要学会宽容、善良、智慧、坚强。宝贝，只要唱歌，你会美丽，你会快乐，你会懂得。